哇，都有点饿了。哎呀，其实我不吃饭也行，就是有奶茶就好。天哪！哎，到时候可以再那个，我们住的地方就可以再就是种奶茶是吗？对啊，可以吗？带点茶叶嘛，茶叶不占位置。再带点牛奶是比较难的。牛奶不行吗？就是先带一桶啊，扛着。水应该是最珍贵的东西。然后，其实就是宇航界有一句话就是说。 你明天喝的咖啡就是今天的咖啡。就换句话说，其实是你的尿了。就它会尿出来，然后再进化，然后再喝下去。所以喝的奶茶都是，昨天和今天、明天，都是同一杯。这世界很酷。